接下来我们去哪？去幻海之森。之前万事通前辈和我提到过，吞界魔莲在幻海之森出现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手中既然有昆吾石，现在就去幻海之森吧。先不急，昆吾石刚才告诉我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昆吾石体内有一个昆吾空间，里面是一个极佳的修炼场所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修炼一会儿再说。还修炼什么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掉吞界魔莲啊。你觉得我们现在就算去幻海之森，能解决掉吞界魔莲吗？曹老板说的没错，我们现在修为太低了，就算有昆吾石能够接近吞界魔莲，我们也打不过他。我也觉得，既然有一个能修炼的地方，那我们还是先提升修为吧。哦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卧槽，好充足的灵气啊。这可是和吞剑魔莲同等级别的灵物，这灵气自然充足。好了，我们赶紧修炼吧。如今看来，我们也只能等天命之人出现了。希望十年之后，我们的修为能够对抗同幼吧。这万古不灭土果真厉害，我们修为长得好快啊。继续努力吧，我们现在的修为还不够。我的身份证马上就要更新换代了，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吧。十年了，终于出关了，大道圣王的境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王王感知着体内磅礴的法力，有些感慨。对了，十年已到，我也该前往那地方赴约了，也不知道能得到什么机缘。赴约？我先走了，回头我们再联系。这么着急，难不成找了个王嫂？此地果真玄妙，十年时间便让我突破至大道圣王了。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，这地方对于我们专修火焰法则的修士来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。倒是多亏了你。对了，我和王莽还有一个十年之约，我得赶往云海洞崖一趟，接下来就不能和你一起行动了。你去吧，正好我也有些私事要处理，接下来我们就在幻海之森会合吧。好，后会有期。十年了，终于把吞界魔莲纳为一体了。童佑有些感慨，要知道自从太古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达到鸿蒙天尊，整个内混沌也就那么寥寥几人，打破常规突破到了半步。总之，曾经的他就是其中之一，如今他终于迈出最后的半步。如今本座已成就鸿蒙天尊，是时候和内混沌那些势力清算了。这股气息，童佑大哥，你突破了。有吞剑魔莲的加持，突破也算正常不错，这段时间教内没有出什么岔子吧。大哥放心，教内就和往常一样。大哥，这段时间我利用你给我的炼狱之火，可是让那些大势力苦不堪言，这火焰当真厉害。吞剑魔莲之火岂能简单，速吧，随我回教内，这内混沌纷乱多年，也是时候统一了。大道圣王巅峰吗？还不错，这万兽界果然锻炼人。嘿，真哥，我也突破到大道圣王了，虽然只有初期。高祖果真厉害，实力竟然与我持平了。车儿，你的身体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到了大道圣王境后，我感觉血液里充满了毒性。有没可能与那邪火有关，加之你此前的邪神之体与之产生了异变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身体倒是没有感觉到不适，反而是充满了力量。看来是如朕所想，因果得福啊。身份证偷。
可算让我把身份证升级成二代了。哦，你升级个身份证，居然实力也突破到大道圣王了。只不过侥幸而已。秀儿，你也夸夸我，我修为也达到大道圣王了。除此之外，我的大头神功也进化了。你还是叫王莽夸你吧，这次我们修为突飞猛进，摧毁吞剑魔莲的把握就更大了。走吧，先离开此地再说。看来你们收获很大，